请我们家的钱什么时候还呢？可以。表哥，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都拖了两年了，你还想拖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大伯每个月要扎药，所以这两年根本存不到什么钱。我管你这么多，下个月我要修房子，明天你必须把钱给我凑齐了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孩子，不是我连累你了。说什么呢，大伯？这外面风大，快点进屋。落叶随风将要去。只留是啥子时间拉一天都拉完了，你拉了两天还没拉完，怎么回事啊你？不好意思，梁哥，这两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不舒服就在家休息啊，来这里分什么时间？家里就靠着我挣钱，我不敢休息。行了行了，别跟我扯这些，这里的人谁不和你一样啊？你这样搞，我又得多开你一天的工钱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包这两活本来就不挣几个钱。每个人都像你这样，我也不要干了。行了，你不用干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梁哥，你就让我干活吧，我不想回去。叫你回去你就回去，听不懂人话，赶紧走。他表哥急着用钱，那样赔偿你也看到啊，你这样赶他走是不是也太不近人情了？他表哥呢，我替他想好办法了。什么办法啊？我等下让他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行键，打开抖音，点击我钱包放行键，点击激活额度，跟着要求申请，最高能有20万额度，等工资奖金到账还上就行。我都替他想好了。好了，赶紧去干活吧。早上你那样说他，又还把他赶走，现在又对他这么好，我真是搞不懂。钱是挣不完的，为了那点工资把身体拖垮了，你觉得值吗？那你不会好好跟他说啊？我好好跟他说，他会乖乖的回家休息吗？哦，是这样啊。小心，上吧。杨子，你和梁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谢谢你。说一切都是退